全部馬匹準備妥當三場賽事，三班千八，第二暫時顯示是八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中間位置加寶神區銀黃輕標啊，外邊粉龍亞洲能文能武搶埋上去啦，咁啊內欄咁啊見到慢慢上咗啲咧，有啲就係恩尼格噶，咁啊中間夾住咧就係碧海藍天第四位，有啲搶口啊，中檔第五常拼常勇啊，攝咗入去內欄係浪漫風采啊，銀黃輕標灰馬響出邊喎，咁啊再後邊嗰三匹馬分別有金槍武士啦，金槍武士又唔入去，唯美主義俾人頂咗喺出邊啊，暫時殿後係嗰只博才嚟嘅。好啦，接近呢个千二米嘅段处啦，放头嘅马系加宝神区啊，跟住第二位有外边嘅能文能武啦，内栏第三就有呢只恩尼格啊，第四位就碧海蓝天啦，内栏第五就系浪漫风采啊，响外边啊银黄轻标啊，后边四只常拼常勇，尾三位置系唯美主义啊，尾二内栏就金枪武士啦，咁啊暂时殿后嘅马匹都仲系嗰只博才嚟噶，转香港体育学院湾啊，大家次序喐动都唔大嘅，加宝神区咧都仲系轻松放啦，后边嘅马有能文能武、恩尼格啊、碧海蓝天啊，内栏第五就浪漫风采，出边灰马银黄轻标，中间夹住白衫白帽，尾四常兵常勇啊，唯美主义响尾三啊，内栏尾二位置就金枪武士啦，粉龙帽暂时殿后系嗰匹博才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咯，前面都仲系呢只加宝神区占先嘅，能文能武响佢外边啊，咁啊偷入边上有浪漫风采啊，攞出嚟中间有碧海蓝天常兵常勇啊，最出嗰边有一对，分别系唯美主义同埋博才啊，最后。二百零米啦，加宝神区仲有一个马位优势，常拼常勇，中档开始推进啊！出边上嚟嘅马匹仲有呢只博彩啊，内栏嗰边啊浪漫风采啦，中间咧仲有唯美主义啊，接近终点啦！呢只常拼常勇转马房，场场有奖金，今场仲打搭赢添啊！博彩第二、第三咧，又系临尾先挞着咗追上嚟，浪漫风采有冇机会第三咧？埋边加宝神区就有啲力弱啊！结果今场赛事呢只常拼常勇冇咩嘅，上次赢四个几马位咋嘛，今次加咗磅一样掟甩赢啊，跑第二名系博才啊，第三名加宝神区有啲力弱，定系追上嚟嗰只浪漫风采有机会呢？一路嘅上拼上勇啊，麦道朗啊，咁啊赢呢场赛事 3.2 倍胜出啦。第二名咧就六号嘅博彩啊，咁啊田泰安。第三名五号啦，浪漫风采希威森。第四名咧十号呢就加宝神区嘅何炳年。上次嘅姿态赢甩，今次咩个重磅一样照赢啊！上拼上勇，道朗咁啊，赢翻场先。
睇下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就一号嘅常拼常勇啦，独赢派32蚊，位置派13.5，跑第二名6号啊博彩，位置派24蚊，跑第三名5号浪漫风彩，位置派23.5，连人位一搭六派129.5，二重彩1号6号顺序派217蚊，三重彩1号6号5号顺序派930蚊，单 T 派290蚊，位置 Q 一搭六派45.5，一搭五派40.5，五搭六派83.5，跑第四名就系10号嘉宝神区嘅。时间是1分48秒55。麦道朗次次都赢啊，连胜10期咯。系啦，今日暂别啦，考埋今日，考埋今日就董事杯再见。哇，嗰银皇轻飘又唔得喎，收慢晒，又系大败。结果再一次轻松赢呢只常拼常勇。系咯，上次系犀利噶嘛，4.5个位守得靓噶嘛，你见阿黄兴彪啊、碧海嗱诶嗰只唯美主义啊，全程三搭，佢咧就喺度摄咗中间嗰度，转咗仓，即系场场都跑得好。嗰只博才又翻嚟，真系激死。系啊，佢真系要留住嚟跑啊！上次个跑法都唔啱，有色嘅马嚟噶嘛。浪漫风彩就保持啦，即系保持翻。都系比较慢先挞着啊。系啦，金枪冇事啊，冇骑几多步，你睇下直路闪咗，有啲内闪嘅啫嘛。哦，好似都打咗一下咁啊，好似。因为前面嗰只唯美主义都有啲俾人阻一阻嘅。巡逻影片再望下一阵间啊。喂，你而家连嘉宝神居第四咁，你就嗰扎真系好失望啊，系嘛？系咯。好，呢边啊，影张头马相先。咁啊，升翻上二班噶咯，之后咁佢89分落嚟啊嘛，系咯。四连环预计派彩啦，1号、5号、6号、10号派2974蚊。四重彩预计派彩啦，1号、6号、5号、10号顺序派30834蚊。新马牌啊，黎超升啊，常拼常得。从化兵啦，嗰啲又系杜朗，睇下今日仲有冇头马啦，都好多热门啊！之后睇翻个巡逻影片，再出再赢三档，常拼常勇出闸顺利嘅。浪漫风彩就的咁多就挨闸啦，又比较慢啦。博才留翻住嚟跑嘅，不过前面就估唔到系嘉宝神佢走。一对红黑直间跳衫啦，恩尼格啦，碧海蓝天有啲抢口，出面系能文能武嚟嘅，银王轻飙蚀唔到三碟，咁睇下翻到嚟咩事啦。咁啊，跟住佢后边有遮挡咧，唯美主义，暂时喺后边金枪武士同埋只博柴，步速咧就都唔系话快嘅。咁你见到啲骑师啲手势咧，都系一个中等啦，略略偏慢啲嘅 pacing 嚟嘅。咁我谂嗰只银王轻飙咧，即系要睇睇个赛后报告咯。如果你话又系验唔到咩问题嘅，就算你话走三搭，咁你均速马你唔应该翻到嚟一滴都冇噶嘛，所以都系有啲诚意啊，即系个表现啊。对板啊，如果你要验到嘢系嘛，即系唔追嘅呢啲短期内，即系唔够跑，唔应该咁差咯。即系好快收咗就成，因为觉得系有事嗰只噶嘛。咁啊，霸住条内栏咧就恩尼格啊，浪漫风采。嗰隻碧海蓝天咧咁抢口啦，出到嚟今日有啲紧张咧，佢其实唔算好差噶，即系继续留意住佢嘅即系进度啊。博才啊，忍住啦，今次留喺尾啊，缩咗喺尾啊。嗯。隔篱就系金枪武士。直路睇下佢点取位。系啦。呢度浪漫风采都系咁骑嘅，都系有啲立嘅，成日都系转弯。佢成日转弯都系咁噶，喺自浪嗰时都系。系咯。睇下唯美主义啦，银王轻飙嗰个位。哦，轻飙呢度又冇乜反应咧，都收收地噶啦，见到部门开始手势啊，呢度停咗啦。唯美主义有打嘅几下正手边，但系加速就冇千六咁好。金枪武士就发咗几边，但系呢度咧就走咗啲出去。系啊，少少想挨埋佢只马，佢再攞翻出嚟，但系呢度都冇落边噶，巴士都要开翻边，打得到啦。怪喎，翻到嚟远晒咁啊只马。好啦，咁啊第三场都复榜完毕，派彩作实啦。位置 Q 一搭六派45.5，一搭五派40.5，五搭六派83.5。
二重彩一号六号顺序派217蚊。四连环一号、五号、六号、十号派2974蚊。四重彩啦，一号、六号、五号、十号顺序派30834蚊。马布派彩头瓜五号美关一号派101.5，头瓜五号美关六号安慰奖派41.5。分段时间：头段13秒86，第二段22秒92，第三段24秒18，第四段23秒71，末段23秒88。总时间1分48秒55，比标准时间慢接近1秒。